好，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您呢继续收看的这个象棋世界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女甲的一盘精彩对局。今天呢，也十分高兴呢，我将与我们的队友呢刘欢呢大师呢共同为大家呢讲解对局。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这个对局呢，是在罗定啊下的。对。这次象甲的比赛的应该说也非常激烈啊。是的。我们先来看陈清平对唐丹的这盘对局啊，来自浙江的选手陈清平。对，陈清平是浙江籍的选手。哎，他是泰顺人。对。当头炮。然后黑方马八进七。上马红方补兵。嗯。黑方选的是出车吧？他也对挺三卒。对，红方再上马，黑方再出车。没有，他马二进三跳出来。再出车。然后出车。这个棋呢，就是走的堂堂正正的中炮进三兵，对平马进三卒，啊，刘欢，你跟陈清平下的多不多呢？你对他这个棋风啊，感觉怎么样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这种感受吗？我跟陈清平也算是多次交锋吧，啊，然后是对，也算是互有胜负，然后近年来可能也是和棋居多，啊，然后他的风格我觉得是属于，就他走得很自信很快，啊，但是可能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比较不是很严谨，有的中局招法的时候，对，是这样。就是说到陈清平呢，我记得呢是在上一届的智力运动会当中啊，跟这个唐丹的遭遇，并且战胜了这个唐丹，获得了这个个人生涯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冠军，就是说的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女子个人的啊专业组的这个冠军，应该说也是后起之秀吧。对，那这盘棋呢，红方继续采用的是五七炮，他先走马八进九，然后卒一进一，然后炮八平七，马三进二，外马封车。对，这些呢都是属于比较常见的走法啊。对，五七炮进三兵，走到这儿呢，好像红方呢，没有走这个最多的这个车九进一。对，本来车九进一呢是最为流行的，红方呢异军突起，选了一个马三进四，直接呢来威胁对方的中卒。是的。这步棋呢，以往呢倒是呢有选手呢走过啊，应该说呢也是利弊三半吧。黑方接下来走车一进三，对，来看住中兵，不让红方踩。对，除此之外应该也还可以走象三进五哈，这个棋。对，张老师，这个飞象也可以，可以吗？啊，飞象如果你去登兵呢，他在炮八平九对车。对，蹬掉，然后再平炮对车。对，车进三呢就比较积极，就是说不给你这个中卒吃啊。车进三保住，它等于是暗保。红方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马四进五，这是一个假棋啊。那这个黑方就蹬掉。红方打掉，红方误以为强行的夺了一个空头。对，这是黑方吃掉中炮。对，然后红方呢？刚好打车，以为说这个车是不是正好被打掉了呢？丢车了。这儿黑棋呢有一个啊，对，以退为进的好棋，车五退二啊。哎，退个车。这儿呢，红方如果打车的话，黑方反一将就把这个车抽掉了。是。这儿等于红方的丢子，你不打他下步棋飞个象。对，下步把象飞起来，车就吃不到了。对，所以说红方呢，这个变化呢是不成立的，也是黑棋呢走车进三的。啊，理论依据所在，这儿红方呢就右车再压进哈，他实战走是，黑方呢走车平四，再把车亮出来，两车，红方再车九进一，红方呢再把这个左车呢，哎开动出来，对的，陈清平呢，我觉得呢还是一个挺用功的棋手啊，是的，在这个浙江队啊，在这个金海英老师的这个调教下呢，最近几年呢，总体来讲步调呢也是不错。对，他也很认真啊。对，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人。对，也很踏实。他是来自这个浙江泰顺啊。对，他老家是泰顺人。他的家乡呢，泰顺呢也曾经呢这个主办过这个
女子棋后赛。对，棋后赛已经办了也好几届了，是一个。棋后赛呢，也是给我们这个女子的选手啊，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交流的这个机会，啊，我看我们那个很多记者朋友也都到了这个赛场，给大家呢泰顺廊桥，对，给大家介绍这个赛事的这些盛况。那么浙江的棋呢，这个开展的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一些少年儿童啊，对，对学习象棋呢热情呢也是很高的啊。对，近年来也举办了非常多的青少年比赛啊，然后全国公开赛啊、锦标赛类的比赛非常多。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对局的经过啊。红方车九金，黑方就中路，对，还要补一个。这个棋呢，原来啊，就是黑方是补象三进五的阵型的时候比较多啊。刘芳，你发现这个是变化的区别了吧？对的，这个现在最流行的那个局面应该是这样的，对，是吧？对，这个局面呢，就红方的车九平四，黑方再跑八进一，再退炮啊。这个变化呢，就是比较激烈啊。这个呢，也呢是利弊参半啊。我自己呢也下过两盘啊。那么黑方呢，现在等于是补的是七象啊，他象七进五了，对，他飞这个，他七象呢就是与这个三象呢看似呢接近，实际上呢还是不太一样。最主要是将来这边呢平炮对于以后，如果车对了以后呢，这个马的走向会比较灵活啊。另外呢，这个右翼呢得到了部分强化。我觉得呢，这个唐丹呢确实呢他还是比较用心的啊，对，对这各种阵型啊，这个了然于胸啊，这个就根据自己的对手的需要哈，这个战斗的需要呢，而采取不同的这个策略。那么象甲呢，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本届象甲，就也就是说2019到2020的这个象甲呢，下了12轮了。对，唐丹呢个人呢也是取得了9胜3和啊。9胜3和的这个战绩也非常的很高的胜率了，对，出色，对，拉开第二名有4分之多啊。第二名可能是来自广东乐昌队的陈兴林，他是15分，第三名呢也是来自广东乐昌队的王琳娜。那今天王琳娜，黑龙江的著名选手王琳娜呢，加盟了这个广东乐昌队，他们两个组成了广队。那么广队现在排在第二位，我们这个刘欢呢和唐丹搭档呢，老搭档呢，暂时呢以一个胜局的微弱优势呢，这个领先。怎么叫一个胜局呢？就是双方的大分小分都一样，都一样啊。就是我们北京队呢多胜了一盘棋，一盘棋，对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说这个棋补象以后，红方车九平四，他这车呢也只好过这儿啊。这个也不用更好的位置。然后黑棋走马二进一，登兵。就这个棋呢，红方啊整体上来看呢，他这个攻击目标啊不是特别的明确啊。有一些男子棋手甚至在网上呢也在这个较量这个阵势，但是呢，就是我感觉啊，这个女子啊，就是选手呢来掌控这样的局面啊，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个棋最主要是红方的进攻目标啊不是特别的明确，比如说我是想攻你的中路，还是压你的左路，还是这个针对你的三路线呢也有一些威胁。就是说红方的选点呢太多，这样的对局呢，我觉得呢是更考验啊棋手的这种对整体的这种把控啊。那么由于这个不太明确呢，也是容易呢导致啊这个方向性的偏差啊。刚才刘欢呢他也说的比较直观啊，这个就说在这盘棋当中呢，陈廷庭似乎呢就说的好像准备的也不是很深，因为确实这种棋也不好准备。就是说，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选手来讲呢，我觉得要是想啊取得更好的成绩啊，还应该是扬长避短。就说你要去走你呢自己比较熟悉的，或者说你能搞得懂的棋。这个棋可能陈廷庭呢觉得比较复杂，对啊，能够呢引起一些变化，就是说双方的这种纠纷呢战术纠缠呢比较多。
但是它实际上到底怎么去发展，后续呢会出现什么手段，他对这些的概念呢可能不是那么啊准确的把握，所以后来呢就是出现了一些啊方向性的这个书。那么红方接下来就是走得也很勇敢啊，抛进三，红方呢就把这个卒呢打掉了。对啊，这盘棋呢值得提出的是啊，这个是第十二轮，也是这一次我们会师在广东罗定、第十一轮我们下了这个比赛、第十一轮，对，第十一轮，当时我也去了一下赛场。嗯，赛场呢因为这个赛场规定啊，教练员啊不让待太久，只能待个二三十分钟，然后给我们队员拍拍相，大概看一眼我们就要离场。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陈蜻蜓走的这个还是比较快的，对，行棋挺快的他。嗯，当时我在旁边，因为我也在对局当中，然后我就侧头看了一下我的队友，然后我一看对方感觉是准备很充分的就过来了，我当时也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担心。对，也为唐丹丹捏把小汗。对，那么这次唐丹的这个发挥的也非常不错啊，对，这个取得了四胜两平的啊这个佳绩，四胜两平啊。特别是呢这个最后两轮的时候他这个嗓子有点发炎了，导致这个发烧啊，但还是带病呢去坚持比赛啊，正所谓轻伤不下火线，是也是令这个赛场的人呢也都啊非常的震惊。那么接下来呢黑方呢就走马一退二，这儿双方呢中局的战斗呢就逐步展开了。黑棋退马呢很明确就是要卒于锦衣，是的啊，红方先拱了一个兵七锦衣，这个时候我看陈蜻蜓呢时间呢几乎都没用，对，唐丹呢反而是用了十几分钟啊，嗯，然后我就无可奈何我只能退场了，后来呢只能通过网上呢跟大家一起通过这个网络直播呢来观战这个比赛。后来呢我看唐丹走的还是不错的啊，对，黑方接下来走卒于锦衣，这个边卒呢来冲过来，黑方呢就比较明确，对，比如说他车进三，车平四，然后呢扼守住这个卒林，然后把边兵蹬掉，把马绕回去，然后从边卒呢从容的啊冲过河，准备对红方的左翼呢施加压力。是的，自己的左翼呢尽管有些压力呢，但是黑方呢暂时呢不理，嗯，将来呢合适的时候呢再来去调整。所以说从这个双方心态上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棋局啊，嗯，就是黑方呢战略战术的目标呢是比较明确的，嗯，而红方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走的这个棋啊似是而非有一点，他选择了炮七平六啊，就是红方这个把这个车又挡住了，嗯，就是红方我们看啊，一步炮两步炮三步炮，就这个炮啊这个走的这个有点曲折啊，这个线路曲折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这个也是不得而知啊。男子棋手呢也有这个类似的下法，觉得这是一个组合啊，这是一个构型，就他炮打出来然后再出兵再平炮准备再过兵，对，好像也是一个思路哈。嗯嗯，然后这个棋呢我觉得啊走这儿，后来我再看这个棋，我觉得考虑红方可以考虑这个进马，进马呢就是当然他卒将来不一定登你车一闪啊，有车的平一又抓炮又抓马，这儿黑方十四进五补一手，嗯，啊可能比较结实。然后红方呢这个棋啊因为他右翼也已经便宜了，可以考虑采用这种弃子的手段，这个比较复杂，因为就强行把这个肋呢站住，你要是躲开呢你就示弱了，嗯，你要是对掉我就弃掉一个大子，你飞掉我就拱过去，然后把这个马呢逼退，飞掉，对，我就拱过去。这儿红方呢，在整体的态势上呢，显得比较积极啊。嗯，但是说到底红方是否就占优，这个也不能这么讲。但这样呢，下去呢，就是会形成一个互有顾忌的对攻战啊。嗯，好。那红方呢，没有走这个棋，他走了一什么呢？嗯，他实战当中呢，走了一个炮七平六，然后准备呢下步棋。来这个攻车啊，那么面对红方呢即将要攻车的这个手段，那么唐丹呢如何去应付呢？稍后呢我们再为大家呢继续讲解。
好，各位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继续呢，来欣赏陈清廷对唐丹的这个对局。双方走到这里呢，可以说是进入了这个中局的战斗。黑方就走了个马二进四啊，跳进来。对，他为了避免他拱兵马没有路，所以他就先把马入进去。对，这也是一个很及时的这个走法。对，然后红方走一个炮五平六，他把中炮呢拆开，来吊住对方的这个四路马。是，而且这个炮以后有闪击。黑方呢，炮八退一。嗯，你觉得这炮八退一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挺好的，这步棋，因为在这个局面下，现在黑方可能也不知道怎么选择哈。如果拱兵的话，怎么样的？拱兵马九退七帮忙，对，没用。将来他多了一个马七，反而给这个马回到这儿来，将来他这么打，这正好形成一个锁链。嗯，反而有点帮忙哈。对，黑方这个所以退炮准备正好有一个闪击，还挺好的一个手段。嗯，就说黑棋呢，这是一个灵活的调动啊。嗯。准备呢，采用这个弃子强攻的这个手段啊。嗯，唐丹姐这个棋应该也是有所准备啊，我觉得，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她平时也是一个就是非常用心的一个人，然后她自己平时就是也是很努力，非常努力，然后在女棋手里就是非常的优秀，对，对棋也是态度非常的认真。对对。任何一个优秀的这个选手啊，这个看到台上风光，对，我们也都要想到这个在背后呢，都要经常用苦功啊。是的，一个是对这个棋艺的执着的追求哈、啊，是。另外呢，还会要有啊适当的合适的训练方法，包括平时呢都要抓紧时间，嗯啊，来这个把各种这种局面呢，这个尽可能的去做到一些熟悉啊，是加强一些认识。炮八退一呢，也是类似阵型的呢一种常见手段啊。嗯，刚才我们所说那象三进五就有这个动作。对，这个下的时候就有炮八退一。对，这个炮八退一呢，确实呢也给红旗呢制造了一些难题。当时我可能看是不是红方补个象，他如果平这个车的话肯定不好，因为对方他正好过来打。对，炮八平二，是不是刘芳？我觉得是补个象是不是好一点？但是他可能觉得这个也动作太慢，怕他炮八平一啊。还是什么，但这个象呢被打掉呢，就是说的陈清廷呢是选择了一个冒险得子的这种策略，但是最终呢我觉得得子失先呀，嗯，非常策啊。我感觉红方呢应该避一下对方的石头啊，嗯，别给对手呢迅速呢这种闪击的机会啊。但是红方可能觉得自己吃一个子也挺大的，但是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变化。对，先把这个卒蹬掉，那么黑方就按计划而行，炮八平三，炮八打象对车，红方对掉，他吃车二进三。对，黑方是先打了一将哈。对，他先把底象打了，把车踩。对，后来复盘的时候你说也可以考虑，可以考虑马七退八先蹬回来。这儿的这样的话，就是红方保留。如果说你跳马的时候，就正好顺势把士补起来打你马，是一个先手。嗯，这样。那他这样呢？他是不是也怕他补个象呢？补个象也不要紧，我再把四路车再躲开吗？对，躲开或者是能不能冲下去？车子平二挺好啊。嗯，这样也可以。车子平二下步还有这个手段。对，反正这个局面呢。黑方就是这个炮如果不发的话，可能是带有一定防御性的一个招。嗯，那么唐丹呢，他这个棋风呢也是比较泼辣啊。是的，他这个走到这儿呢，他就先把象就直接打掉了。是，对，红方不是黑方马七退八踩掉。对，那么走到这儿呢，确实是也是一个局面呢有待进一步审定的这么一个局面啊。双方下到这个局势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下双方的时间，当时陈清廷还有大概50多分钟，嗯，然后唐丹姐呢，她是剩下了10分钟左右，对，还剩10分钟啊？啊，哇！所以她时间当时用得很紧张，我其实看着挺揪心的。那唐丹可能没有摆这么深啊，嗯、也是凭着这个棋感走。嗯，
红方呢就是比较有威胁的，有一个马分。对，临场其实我看的是说他一跳马踩士，有没有点威胁呢？这个棋我也不知道对手为什么没有考虑这步棋啊。这样就是多了一个破了平二的闪击。是的。是不是？嗯。如果你士六进五的话，他炮。那如果知士的话，他是不是还是过来闪？因为打了以后是不是有个杀棋？就是这对这个棋还真有点说不太清，对吧？那他就得。车不能被打啊！嗯，所以就是当时说，唐姐也说，她说可能会走车子平二吧，就把这个士给弃掉，因为现在知士他确实闪击过来挺厉害的。对，这步棋，嗯，这样的棋就是说的前途未卜了。这个非常复杂了。其实红方确实跳了马以后，这个棋局势一下就有点对攻哈。他如果再平炮过来打他这个马的话，他就直接蹦上去，弃掉。对，弃马。嗯，不能让他打了老将，打了以后这个将很危险，因为他回马又是杀棋，嗯，所以他就给他吃了，然后他再支个士，这个棋还真说不清楚啊。这样的红方，哦，他支这个士六进五，对，感觉是六，这个是，这样的话，黑方因为要平边炮，也有这边有组合，这个棋就非常复杂了。那红方下边怎么杀呢？后来你跟唐丹交流这个棋了吗？我们就只是简单说了一下，他说可能对考虑走车子平二，哦，对。那这盘棋呢，就说这儿可能会有新的变化，啊，是。有兴趣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拆解一下，就是红方马三箭也是一个选择，嗯，但是他实战没有这么走，他比较直观的呢，就直接车子进三车马了，马这个马肯定丢了，是。黑方呢对此也有准备，他车四平二。也是弃子，红方吃掉，然后黑方再炮三平一，嗯，唐丹呢前面可能也对这个局面呢做了一个很多的这种，啊，在中局肯定也是分析了很多，嗯，是。然后红方接下来走炮六平五，六平五意思就是说你车将呢正好可以垫车是吧？垫车平一步，打中将破了平七吗？打一将有这个吧？对啊。打将有炮六平七，炮六平七，对，那他有下体炮吗？嗯，下体炮他是就飞，嗯，下体炮你还得蹬掉我，我得吃掉你，嗯，那不知道是怎么样，这一将他也有可能落势，啊，嗯，就说这个一将就二平三啊，他可能打一将飞象，打将飞象算了，他主要有炮打一将飞象来飞过去，这样有没有下体炮？对。或者下底炮的作用就会不会那么明显了。总之呢，黑方呢也没有去着急将，因为这个将呢也关系不大，他先补留士，对，啊，也是自己的这个权利，他先威胁他这个九入马，他拱了一招啊。红方这是车六退二，这个棋可能走转了，这个棋车六退二走的示弱了啊，嗯，还是应该走。唐丹回来怎么讲？支个士算。车六退二应该也还可以。啊，车六退二。嗯。然后黑方，这棋还是亏了，我觉得。嗯。这个地方可能怎么也应该扬一手士吧。这个车炮呢，暂时还不是那么明显。扬士他也吃掉。嗯。有点将，将来还是有退炮这个冲炮杀的机会。啊，总之这个棋呢，就是说红方啊，这个战略上呢有点失误啊。嗯，对。黑方呢走到这儿呢，就是他进攻的这个线路比较多。嗯，红方虽然先吃了一个马，但是这边呢子力真的是也是要弃回来。这个是拱掉就塞炮吧，反正就考虑要对攻的这个手段了。是。嗯，红方实战他走炮六退二，车六退二。嗯。黑方呢也往里偷钱，他不是。嗯。其实可能更凶狠的应该将一局，你只能回士了。嗯。他在退车到这儿。你只能再支持啊，哦，然后这个时候挑正马，这个可以，对，中卒保住。这样的棋，黑棋可能就会更难下啊。对，红棋这样会比较对艰难。黑方是直接补了不是啊？嗯，他也可以。红棋呢，就是说的仍然是，就是不知道临场他怎么去。子力主要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攻势哈，嗯，不知道怎么开展。对，所以他就士六士五进四，支个士。嗯，先把老将走活了，然后实际上他打一将，嗯，他就二退三，对，就二退三，准备炮打底象。
红方又很无奈，又把这个这个时候可能他走车又退二，可能比较还顽强一点，对，对他可能没有看出来，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如果炮走开，炮走开，我尽快的就能把老将回去了，把自己将走安稳。对他起码这个是先手，你车一将他的电炮，他再这么顽强防守，是啊，这样呢比实战的效果这要好，嗯，对，要好不少，啊，实战当中呢他没有走这个。他走下帅，对，他又下帅，然后他实际上又这么打了两将，嗯，然后因为现在要他有这种，哎，先把这个子儿给守住，守住以后他是为了后面的这个手段，嗯，这样等于黑方后方就比较稳了啊，中卒就救不了了，对，红方是送了个骑兵，他送骑兵，对，这儿黑方就动手了，将。车将，因为这个棋啊，就是红方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在整体上来讲呢，他这个战略上呢有一点失误，就是他由于开局到中局这一段啊不是很明确，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想怎么去跟对方呢去争夺，嗯，而实战当中呢，红方就是吃了一个子儿，吃了一个子儿以后呢，对于这边的强大攻势呢，他没有更好的解决的方法，没有破解的方法，嗯。啊，他是把骑兵拱过去了啊，已经冲兵，然后黑方一退炮，好叫杀，嗯，他送了一个兵，是这个拦不住了他，所以他先送掉，让他吃回来。对，这儿呢，总来说呢，这个很难解。他如果马进七，对方也是将，你电车他就是平台平一步，你这个车就丢了，嗯，所以这个子肯定是丢回去了，嗯，而这边呢，红方又很难出现这种攻势啊。是，这次象甲联赛呢是在这个广东的这个云浮市的罗定啊，这个进行的，这也是女甲的第二个阶段，现在女甲呢是分为三个阶段，嗯啊，然后其中每个阶段下六轮棋，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阶段将会在明年的3月份，一般是这样，然后进行最后六轮的决战。我们现在的积分就是属于北京跟广东，然后现在是大分相同，是这样，嗯，为后面的比赛也会很精彩，希望大家也继续关注。就是我们这个北京九重会队对和广东乐昌队，这两个队伍呢，实力呢比较突出，现在呢基本上是并驾领先在这个第一位和第二位上。是，然后后边的呢还有河北队啊，还有河北成都队，嗯，然后啊一共有10个队伍呢来进行争夺。嗯，本次的比赛呢也是得到了这个乐昌市人民政府。还有罗定市人民政府哈，啊，还有碧桂园等一些，嗯，啊，这个多方的这个大力支持和冠名，最后呢，这个对局红方是确实很无奈了啊，他是进了个炮哈，啊，对他炮流进三，嗯，黑方又下底，他又下底叫杀，对他如果将下将，你再将他多了一个电车，是他直接下底叫杀呢，嗯，反而呢是最干脆的，这样他拦不住了，他没办法，只能把老将腾个地方，他就打掉。那这就给他登了，嗯，他是上了个马九进七，对他马九进七，黑方象，黑方把这个马盖住，准备继续叫杀，嗯，将军跳马将军。这边呢我们时间关系没给大家说，其实一将有吃士，嗯，啊，有很多手段，哦，将军吃士。那么最后呢红方就是忙中出错，最后让黑方的连杀了马，我跳，对，这出帅最后车二平四，这是一个连杀了，对，啊，对。这盘棋呢最主要是陈经廷啊这个战术意图呢不是太明确，嗯，中局呢面对黑方的猛烈反攻呢，嗯，啊心理准备不足，战术也不够精确，走得不够顽强。当然呢这个女子呢也是比较喜欢好杀，也有很多精彩对局，以后我们有时间再给大家呢继续介绍。好，感谢大家，今天的对局呢就为大家呢讲到这里，好，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再见。